东西可以使你几几的命和运全部的改变，那就是我们的佛法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菩萨摩诃萨，感恩一切龙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菩萨龙云龙太子宝，还有感恩慈悲师父。你告诉我吧，几几年属什么的吧？我妹小儿子，一九九九年属兔。 男的，哎呀，身上一个大动物啊，附在他身上，控制他的脑子啊，脑子坏掉了。是的。是是一个大的灵性，他有时候做出来的动作啊，有点像动物，你听得懂吗？喜欢爬，嗯、有时候经常转，叫。 都会，明白了吗？呀，是的。Yeah. 是的其实用现代医学上来讲，就是属于自闭啊、<对>忧郁症啊。对，自闭。他身上这个灵性主要是在他脖子上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他的脖子不大能动的，的一直这样的，我看他。是<的>。他的耳朵。 有点小问题，有时候你们跟他讲话讲几遍他都听不见的，是，因为这个灵性在他身上，晚上就来。是的，晚上都不要睡觉。你现在给他念小房子了没有啊？有。念几张了？不多。几张啊？百多，一百多张吧。啊、哦，一百多张、啊。 他要念五百章，好的，好吧，好的，五百章念了之后会明显好转。现在搞他的身体搞得蛮厉害的，<呀>让他吃很多东西，是<的>，明白了吗？你看到吧，他在自残呢。对。嗯，明白了吗？还有他的，还有每次喊叫呐喊。喂！喂！站住！不要动！ 啊，老实一点，看看这里，看看这里。啊，合合掌，拜拜菩萨，拜拜菩萨，拜拜菩萨，会拜吗？看见了吗？大家看见了吗？刚刚？ 你们别去弄他，他现在这个灵性，我告诉你蛮厉害的。晚上来个女的灵性，白天是一个老头，两个，听得懂吗？刚刚打他嘴巴的都是那个女的，他上辈子欺负那个女的，那个女的灵性一直附在他身上要报仇，经常抽他弄他。 还弄他的下体，嗯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。上辈子欠的，这辈子就必须要还，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怎么还有一个、啊？这个也是你家的孩子啊？是的，我有三个孩子。三个孩子都有问题啊？对。我的妈呀！ 我的妈呀！你现在叫我再看下面一个啊，我可以都叫他们老实一点的。你看他已经比刚刚老实很多了。感谢台长。你那个儿子属什么？几几年的？一九九七，属牛。几年属牛？他身上有很多的动物啊。 他有杀业，你们家里过去有人杀业的，有没有开过饭店呐、啊？有没有这种钓鱼啊？杀了很多活的东西啊？我丈夫家是杀猪的。大家看见了吗？她丈夫是杀猪的。我丈夫没杀猪，他家。他家里人杀猪的。对。以后一害三代啊，这还不懂啊？ 都来找他们啦，啥做的？所以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啊，哎，要命了！你丈夫身体也不好啊，嗯，你丈夫啊，嗯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丈夫也会早走的，也会得这种病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嗯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 你赶快了，你们家要念很多小房子啦。那他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他要念两百四十张。好的。好吗？嗯、你看到现在没有打过自己吧？感恩师父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沙业很重的。那个女的，那个杀掉的猪啊。嗯 实际上，过去就是一个女的投胎啊，投猪的、啊，所以她的灵魂还是猪被杀掉之后，还是变成个女的灵性在她身上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所以她有时候做出来动作有点像女人呐、啊，听不懂啊？听得懂。听懂了。那放生要多少？两千条。好的。 你们家还有？刚刚我说他早上一个老头，小小的年纪大的一个老头，是你们家年纪矮矮的有没有个过世的？矮矮过世。爷爷啊，或者外公啊，矮矮的，眉毛蛮浓的，现在经常在你们家里呀。嗯。晚上你们家里墙壁上有声音听不到啊？我妈妈听到。你妈妈听到不了？ 你妈妈说听到的是不啦？哦、看见了不啦？哎，可怜哦，真的，所以不要杀业、啊，杀猪人。那房子<的>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房子二十七张就可以了。好的。好吗<吧>？好<的>我告诉你，小房子特别特别好，它是最好的菩萨的经文组合——大悲咒心经七佛。 还有那个往生咒，非常非常好，啊，能够解决很多问题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好的修啦。你告诉你啊，你那个儿子啊，现在没发足啊，等他好一点，那个又会发足的。那个很文气，听得懂吗？也是个女人在身上，我刚刚看了，很文气，她经常会做些女人的动作，头还会晃。 那他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哎呦我的娘！你们家小房子要的太多了。他要一百八，先给他念吧。啊、哦。好吧。好的。你妈妈叫你妈妈给他念念呢、啊，嗯、明白了吗？好的。好吧，这孩子真的可怜呢、啊，真的打的他脸都发青了。 这个女的真的很厉害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你们害女人，女人死了之后，她不会放过你的，所以你们不要去害女人。女人这个动物啊，雌性的动物的话，是比较专一的，一旦她喜欢上，她不容易放掉。男人这个雄性动物啊，她容易忘记，所以这个都是在生物学上都有讲过的。所以像这种情况。 你要是他上辈子欠过这个女的话，他一定会死盯着她的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明白。所以赶快叫他念经，把他消掉。好<了>。好吗？好的。这是你妈。对，我妈妈、嗯。你妈妈怎么这么矮的啦？<laughs> 我想帮你妈妈看看，为什么这么矮。她 <laughs> 就是。 我这个、啊、我这个儿子就是一直要缠着他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想看看呀，为什么呀？你妈妈几几年属什么的几几年属兔，几几年？几几年的？啊、四四五这样四五年啊。兔<子>属兔子的。属兔的。几几年的啦？自己几几年都不知道啊？ 因为以前他们每次报小数。哦。没关系。七十九还是八十？十九，哎，我看到。的，就是这个啊、呃，是这个兔，这个也是兔子。嗯。哎，你这个妈妈很厉害啊，是天上的童子啊。嗯、她他来收他的。收<了>。嗯，到一定的时候，你去看好了，你妈妈要走的那一天。 过了几年，大概一年到两年，你这个儿子就没了。嗯。收带把他带回去嗯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所以他在闹，在闹，你妈妈这么小，一弄他，他马上就停掉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叫你妈妈给他念心经啊，他马上就会好起来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好听话了。 来，转过身来，来，转过身来，来拜拜，来听看看台长，来，看看台长，来拜拜啊！哦哦、好啦<了>，哦、记住了，台长能让他好的，小房子好好念，好不好啊？好的。嗯、好。<恩>那就这样吧。啊。谢